耿秀女士，啊，1962年出生于黑龙江省的延安市，1993年开始追随刘有生上任，1995年起在北安性理疗会所服务，近些年来也一直保持刘有生上任全国各地，啊，这护持刘有生上任全国各地讲道，啊，今天。耿老师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“学到收获之分享”。好，让我们以至诚感恩的心来恭敬。各位法师，各位老师。各位护法大居士，各位同学们，大家上午好。先自我介绍，我是北安市，来自于黑龙江省北安市，我的名字叫耿秀平，今年48岁，也不是什么老师。过去古语说众人是我师，我师众人师。时常思自己，自己时常思。说在座的每位同修者、老师们和法师都是我的老师，因为你们身上的优点可能我没有，我身上的优点可能你们没有。就是说啥，在同修的时候，大家互相取长补短吧。就是我把我自己的，以前有病，是个什么样您？听完善人道以后又变了什么样？以后又想当个什么样您？向大家。说一说，原来我是有病人，是刘善人的患者吧，可能，肝右叶胆管结石、胆囊炎、心脏偷停可严重了，3下直径停一下，张厂长都已就搁脉搏上就能摸到，腰每天都疼，脑袋一天清醒的时候都没有，胃吃东西就胀。93年开始接触刘善人，因为我有了这么多病，在我们北安那几个医院全看，打针吃药，他没有效果。最后我上我叔叔那块，我叔是全国中医界的教授，叫银济学，都大家称他银老。学中医的人可能大多数都了解我的叔叔，那个吃他的药也没有效果。最后吃的什么样了呢？只要把这中药喝进去，他就用不了几分钟，哗下就奔嘴里，就得吐出去，就好像就已经喝不进去了。因为过去我妈妈呀是那个学习王善人道德思想，我姐姐也事先接触过刘善人，说老妹儿啊，别吃药了。我妈也说老姑娘啊，别吃药了，就听刘善人去讲病了。当时我听说讲病，吃药打针不好的病，讲病就能把病讲好吗？我就开始有疑惑，不可能相信，因为就像在场你没亲眼看到，谁能相信呢？说主席有句话，说你要想知道梨的滋味，你就得亲口尝一尝。所以当时不相信的情况下，因为那时候是93年五一放假，回娘家。当时到了10点多钟，真有上刘善人家去，我妈又开导我说：“老姑，你就跟他们去呗。”完我听，我说那去也行，反正也不搭什么，就去看看。当时上刘善人家去，进屋以后，他家炕真是坐了，外来的能有个7个人，好像是这7个人当中都有分别来自于各个地方的。都不是一个地方，当时我心里就在想，啊，可能是好使，要不他家咋能有这么多人呢？因为刘善人他不说他是农民吗？那时候他在边框呢，我还记得，他问说谁有病啊？就他有病啊！人善人瞅着我没吱声，他白天在干农活嘛，晚上才能进行给说病。那时候不像现在说这么多，就给你讲讲恨怨恼怒烦。当时我听完以后。他说每个这5个毒药丸的时候人怎么得的病，
我就往我自身上归，我说这那时候就也不知道叫流产，就觉得哎呀这老头说的真对，全是说的我，他也没上我家，他咋知道呢？我就当时就这么想，往我自身上归。等他说完了，我肚子这也起来了，像个小盆一样扣的这个，就空在心，根本就不能坐的了。那就给他家就开始进行反病，因为他讲的时候我就已经往自身上归了，觉得全是自己的不对嘛，这个病因就起来了，就给他家动病。因为我这脾气大呀，动病的时候也就像说啥，暴跳如雷。因为你生气的时候也是暴跳如雷呀，善人讲不说了，怎么坐着的怎么往出走，我就在他家就坐起来了。善人他老伴说别把那个玻璃给我整打了，其实耳朵也听见了，但是内心世界就控制不了，就得坐，因为我就是那么坐的病嘛。善人就是说这病得怎么坐的，说当姑娘的时候就不会当，又演变成媳妇儿，那就更不会了。说当姑娘的时候我就脾气不好，我母亲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，我是最小，可能也是自己有自交，脾气秉性就暴躁。在家的时候妈说一对，姐姐他们也说，不管好话赖话就是哭就是作。妈妈给梳头说不好，就把这头发揪得稀破烂，后面把这头发都全揪下来，就达到那种程度。这性格呢，您善言不讲的姑娘是性如棉，得像棉花性，而我那时候就不是棉花性，就是火性。在当闺女的时候就很不会当，你等到媳妇这位你能会吗？因为她是一寸之道，姑娘当好了才能当好媳妇，结果到媳妇这位肯定那更不会当。因为到了24岁吧，好像是处了对象的年龄，在处对象的期间也不是心同意合，就是善人讲的接茬就没有接好。因为我和我的丈夫是同学，在同学期间呢我还最看不上他，而且还没跟他讲过一句话，是我现在的小姑子的老婆婆给我们俩提的。就是说啥，还是得讲认命和缘分，还得认账。所以那我最看不上他，那你说是同学能不了解他的脾气秉性，那就跟他对象了。那你就是说这就是像昨天刘善人讲的是缘分，当初结婚的时候也不处对象的时候也不是很好，我们俩在一个单位见了都不讲话，你说这对象处最后能达到结婚，这不还是缘分吗？善人讲话你得认账啊，不认你就不能了，茬就没接好。你说到人家能会当妻子和媳妇吗？说不会。说到了他家以后还是用脾气秉性当家。因善人讲说媳妇得性如水，得像水一样不争功，而我到他家就争功，觉得到他家我的活，善人说多干活少撅嘴，我活干的挺多，我是多撅嘴。你善人讲说媳那个水得是不争功，合五颜合五色，我全都不合，所以这就叫背道而驰了，没做到媳妇那个本位。说这夫妻之间你野人干仗也老人生气为止不孝，而我呢净跟丈夫生气，也得老人不得安宁，亏了孝道。让大姑姐小姑子惦记操心，也伤了他们的心。因为我在婆婆跟婆婆住在一个院，她给我们盖的房子在一个院住，你说每次要一吵吵的时候，我丈夫没有那么大声我就得大声，我说看咱俩谁厉害，我妈妈听不见你妈能听见，你妈妈着急上火我妈不知道，我就能达到这样。其实我这么做太错了，虽然我妈没听到，其实我妈也在伤心，她能不知道吗？心心相通心心相印，因为我妈妈没结婚之前就开导我们在婆家如何如何做，而我呢
正好背离了我妈，到婆家这么做，给妈妈要妈妈也惦心伤心，给妈妈也丢脸，这是做女儿的也是亏了孝道，在婆家那是更亏孝了，所以我就再争功再争理儿，到了人家没事做到媳妇那本位，乐乐呵呵的去当这个媳妇儿，很不会做媳妇儿。茶没有接好，夫妻之间说达到身和性和志和，而我全都没达到，这三点都没达到。第一点孝道早就没做到，到了人家觉得就意思现在的女人可能都有这个心态，就不能让你欺负住我，我得先给你压住了，头三脚我得踢出去。人那是讲头三脚踢出，得在某什么事情做好了头三脚，而我不是那样了，正是相反，就不会做媳妇儿，跟他干时常干仗，带着老人。我说我知道你跟我俩这么厉害干仗，为啥？因为你有走后台，我就因为走后台是我的婆婆，这不就大错特错？哪家的公公婆婆不愿意让媳妇乐乐呵呵的呢？而我就不是这样，觉得带着我的婆婆，我就觉得能解除我心头之恨，这不就错了吗？所以我的脑袋有病，时常怨我的婆婆，怨气有毒，正是空心的怨婆婆，又得上胃病，而我有胆，肝右叶胆管结石嘛，胆也是空心的，又和男人又和长辈正好，心脏头停，你整天跟丈夫干仗，怨婆婆，那你就要断了人家的根，你能不心脏头停吗？腰疼，你看不上你丈夫。我说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啊，咋找你这么个玩意儿呢？就特别不认账。这就是说善人说的啥，说自身有病自心知，心病还需心药医，说心性上边来的病你搁药治不下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吃药的同时是在病，吃药你没改性格，仍然发火，还是继续生气着急上火，你能不做病吗？所以必须给心性上边下功夫。所以听了刘善人的课以后，自己在进行改变，就像张厂长说呢，改变的同时不是说那时候是说哎呀病好了就行了，没在道上，就像哎呀这病挺好的，好了就拉倒，其实不是那回事。说这个我觉得是这一个女人在这个家庭当中真是主，太是主要，她把媳妇儿说是拖满家的，得被满家拖起来，而我呢不是那样，你就是随便去干点活，能给婆婆洗洗涮涮，又是那都不是孝心，最孝心是不让老人伤心，而我呢时时刻刻让老人伤心。跟丈夫干仗就说你妈没教育好你，我教育你，说这是当媳妇说的话吗？当时我婆婆就能在那听了，我婆婆的性得有多好，你说她老人不伤心吗？说一寻思等到你一道过的时候啊，那可真是发自于良心，真觉得对不起，跟婆婆面前磕头像鸡千米一样，对不起婆婆。养儿子为了啥？唱的歌昨天这样说，都说养儿未防老，你现在还没老呢，到人家就这样，老人能有安心寻思你能养他老吗？说不可能。所以既然又没孝道没做好，夫妻道又没和睦，跟大姑姐小姑子虽然没有正面上的冲突，但是大姑姐小姑子回家吃饭心里不高兴，心里不高兴的同时你面相肯定就会带出来，婆婆就能看得出来，婆婆就说哎呀姑娘的饭店儿子的江山呢。其实婆婆在讲这话的同时就是在给我听，
那我也不高兴，这就是说不会当人呢，所以不会找着自，没找着自己的根儿在哪儿。做媳妇儿就得上要的孝敬好老的，中间得和大姑子和小姑子和夫妻和妯娌，下得教育好自己的子女。而我到了人家，上又没孝敬好老人，中间又没把丈夫和好，又没给大姑小姑子乐乐呵呵的和起来，下又没把自己的孩子，我这孩子虽然是挺好，但是我竟用脾气秉性教育孩子，孩子特别怕我，从来孩子说话不等孩子把话说完就能断章取义，下话你别说了，我就知道怎么回事，孩子时常不敢跟我讲真话。所以通过学习善人道以后，必须啊跟夫妻之间又是夫妻又是朋友，肯定会处好。说跟孩子也是，又得当母亲又得当朋友，跟他相处，这样才能把这一家乐乐呵呵的。而我以前的家庭就是地狱的家庭，每天在吵吵闹闹，三天不打可能两天找刀了。怀孩子三个月的时候就相继要跟他离婚，你说这要提出离婚我还不说，还得让他去就不得安宁，结果让自己婆娘两家的人都给我操心，不伤老人心吗？不伤孩子心吗？孩子虽然给你肚子里，他吃你的血活了，你三个月就要去上医院做掉他，我这心不狠吗？这不就坏了心了吗？所以你算人家祖上有德性，医院都说是不行，不能做。其实这孩子生的挺小，那时候才三个多月，他就说不能做了。其实人家有德行，所以我觉得对不起人家祖先，也对不起我的孩子。今天能做到这块，感谢刘善人他们家救了我这一条生命，给我从死亡战线上这条命夺回来了。所以没有他老人家，我不能有今天，不能和大家伙坐在这块讲道论德，讲我的，我就是你们在每个家庭做媳妇不会做的每一个人的介石，沾火就能着啊，这火可高可高的了，只要哪嘎不对，我还得急着眼，我嘴还得说了，我手还得干呢，就得这样。最后你要出门回来的时候，老婆婆说，哎呀你媳妇快回来，你赶紧把那屋子啥收拾收拾，我只要一进家这屋子哪嘎没利索，我就五马长枪的啄呀，哎呀吵吵啊，就这一家人可能真就是不得安宁了。这是啥？就像善人讲的，真是啊，说媳妇进门了，老婆婆吓掉魂了，真是不假。那天刘山讲的这个，我张厂长我俩一对神还乐呢。其实真是那样，我老婆婆说，哎呀就怕你下班啊，只要你一下班迈进这门槛儿啊就得有事儿啊，我不是看老的不对，就是看我丈夫不对，再不就看孩子不对。这就像善人说呢，抬头也不是，低头也不是，闭眼也不是，这不净看人不是吗？因善人讲到说，观自在，观自在，观自己才自在。而我呢，净眼睛往外观，观了一身病。因别人家里每个成员没有病，为什么我长病？不还是我的脾气秉性不好吗？善人讲说，家庭五伦嘛，兄弟父母祖，说家庭五行要运转，人行五行自转。而我就是家进了人家，家庭五行没转嘛。总有卡壳，所以你人身五行就不能钻。人身五行不就这心肝脾胃肾吗？也是恨怨恼怒烦吗？所以我每天吃这五个毒药丸，我的体质能好吗？所以不能好。到了人家
不但自己没好，给婆家带了那么多的痛苦，给婆婆让婆婆伤了那么多的心，自己感到特别的惭愧。听了善言道以后，我是一点一点开始的时候，这个我说这脑袋腰啊什么，就找这一个肝右叶胆管结石，别的病基本上都好，但是就这一个胆病它要慢。为啥？因为你的脾性秉性化掉多少，它的病能好到多少。因为你这人要让你好了，我不一定在座的每个人都跟我一样，因为我这脾气大嘛，生气时候也多，发火时候也多，你能一股脑的就找出去吗？说不，还得回家，山一步说还得磨磨你，考考你，看你能定得住不定得住呢。是，就像有模考的时候开始能忍一些，觉得是学善道应该改变，能忍的同时不能化，时间久了还得爆炸。你能忍过一次两次三次，可能到第四次第五次就不能忍了。就说开始不能忍，说哎呀，我学这道还得让你给我欺负住呢，这我事事都得听你的了呢。这就是啥，秉性根没有出。这秉性根给咱们体内盘绦锁结锁得特别紧，所以你就得费掉一定功夫才能把这秉性根往出拔。所以就像善人说的，不能成为倒皮子，开始的时候又得自己对自己得实行，对自己要狠，不狠都不行。因为我这嘴巴也厉害，我还不像人家说敢打仗那么骂，我从来不骂，就用那个语言就特别狠，把毛主席语录能用到他身上。我说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给我气的，我就拿了大条子，我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。哎呀，就撵到人婆婆那屋去。你说那婆婆的性格得有多好？你说我这媳妇会当吗？你能不长病吗？这疑心还重，啥事都得心。哎呀，他是不是说我呢？你过去有一句话，出言凌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。而我呢，你不加之我都得怒，你别说你加之，无故加之是啥？就是没有的事硬说你，你都不能怒。疑心重，火性人，好高耐好心强，在家庭人要好，在单位也要好。你说啊，你家没有我，我不能过日子。你没上人家当媳妇，人家没过日子吗？这就是觉得你有功了上人家，所以很不会做媳妇。媳妇说像水，不争功，我净争功，做一点事情都得要个功，都得是我做的。贬斥丈夫不行，贬斥公公婆婆不好，所以山人说得认账。为啥你能上蒋家做媳妇儿，没上张家李家去做媳妇儿呢？所以我就得乐乐呵呵的认，认了真就能了。说认了认了，不认何时了？说不认的同时，这件事情来了你没认，下一次再来那事情比这个事情还要严重。这就善人说是对面来的事都是命中有，必须得认。你不认，不认就不了。这件事认过去了就了了，那件事再来了一点点就了了。现在你看人家就不磨你了，就像善人说不是人不磨了，你说一音好了一家好了，说一个人听到了就能带动一个家。所以我变化了人也不用打，因为我要求人家如何如何，不管干什么都得跟他后边瞅，哪嘎有一点不对就说他干的不好，就挑，就觉得你在上，
一干活了，你说要一直的干，你葛玉萍啊，我知道你又要干活了，哎呀，我知道你了，你事先就把这话敲的给你，就觉得啥，你一干活了你就得急眼，他说呢确实是那么回事。放假洗衣服，他出去玩他不洗，我洗衣服，我一看他不回来洗，我把他的衣服全搁那，我就不洗了，别人的我全洗了，他回去一看没洗他衣服，他把他衣服提了出去扔房了。那你要一玩味的话，是人家错还是咱们错呢？不还是咱们错吗？你不还想让人家帮你干，你做妻子的就应该给人做到本，在本位上行，而且没在本位上行，这不人不说善人不说关自己找自己，越做越厚实，越往外摊越薄，这不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毛病的同时，这不就是还是咱们，你要乐得呵洗一回能急眼吗？你不还是没彻底认吗？所以必须得彻底认识自己，得有克己的功夫。说闲谈莫论他非，静坐时常思己过。我闲谈时静论别人非，静坐时静思别人过，结果把别人思好了，自己思坏了。所以必须得克制自己，看人别人有毛病，这是咱自己有毛病了。看着人家别人不对，因为你能看着人别人不对，肯定你有不对，要不你咋能看着人别人不对呢？所以你看，净看人别人的长处，别看自己的短处，这么就取长补短了。而我呢，那时候竟觉得自己挺好。哎呀，这个这家庭我做的哪方面都如何？老太老婆婆也是，哎呀，啥事问问秀萍吧，还觉得自己哎呀挺得意的。岂不知婆婆很可能还怕你生气，才是问问你，就是自己不自重。王善人把女人的位置提上来了，提高了，自己咱们做女人就不自重了，好高耐好心都强，管丈夫都管的一来一来的，你要不听我不让我说了算，我就得憋出病。夫妻之间是真是得乐乐呵呵，像对待朋友说来了，哎，乐乐呵呵，像你看我们来，哎，怎么这么好。那就这样事儿，每次上下班从来都哎走也不吱声，后来好了以后他每天早上我走了，乐呵呵，我要回来，一开门我回来了，乐呵呵的。你看这样，你现在他要是急眼的时候你不急，我就不急眼，我就哈哈一乐，他看我一乐的时候他嘿嘿他也乐了就没事了。所以这个女人给家庭的角色就看你怎么去，这也就像演戏，说都得干什么事情都得乐乐呵呵的去做，那才能和乐和乐，和和气气，你才能乐呵起来。你不和气能乐呵起吗？你说这人生多难得呀，佛法还难闻，中国还难生，咱们这三宝全得上，干啥不乐呀？不知足就不能乐，我以前不就是不知足吗？所以不能乐。我妈也讲说，知足者常乐，能忍者自安，咱不知足啊，老教过我们，现在这人，我说，一说他们乐，我说不知足，上厕所都坐了，还不知足呢。但是我家现在不是坐了上厕所，我家是平房，还是得上外头上厕所。就是，但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，就是说啊，在一个家庭，不管你摊着啥样的账。你都乐乐呵呵去对待，因为我有亲身体验，以前就不知足吗？也不认命吗？也不认账吗？所以你才能生病呢。所以我改变了以后，你看现在我能出来，一出来这么长时间，张厂长也说我们俩在一起从2004年到现在在一起，闭关室清理完以后也接待些病号，基本上我俩我和张厂在一起睡觉时候多，跟回家时候少，因别人羡慕我俩说我俩是夫妻所以我那丈夫真是乐乐呵呵地支持我，所以我真是得感谢丈夫，感谢老天，感谢活菩萨给我送了这么好个丈夫，而我是有眼无珠，没识泰山
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，你能和刘善人出来吗？所以真是得感谢人家。所以不管现在他急眼不急眼，你现在也不急眼了，人总是那样乐呵呵的，这就是善人说的真是对了吧？真是人家没好就是咱们没好啊。因为我有这亲身体验了，所以我把我的事情讲给大家，大家伙别要像我这样，在家庭里都得乐乐呵呵的去做，做饭都得乐乐呵呵的，别人吃都香。王善人那时候有一次，老伴做好饭张王善人吃饭，王善人说今儿不吃饭了。他老伴问他说，那你今天为啥不吃饭了？他说今天这饭里有毒。说那搁哪儿的毒？他说今天你是撅嘴做的饭，你生气了。所以你做那饭乐呵呵的，你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你都用意去做，指定能成功。你用心和火去做，不带成功。因为我这性就是什么事情来了，急急躁躁的，就是说那火性人未曾出事先害怕，越害怕越出岔。你看那木性人倔，说出那话一干知道底，别人听得可不舒服了。这就是啥？说话木性人说话生顶硬碰，我就是木，这木火性人等于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人家金星人说话指定遭耳听，人家说心里计划嘴头停，嘴头甜，谁听都不烦。咱们都得往那阳面上算，别往阴面。你使阴面做事肯定就会长病，你使阳面做事肯定就不会生病。所以那时候我净用脾气秉性当家，就不会当嘛。所以媳妇要当不好，你到老太太那位也当不好啊。所以做人很主要，夫妻这一关更主要。我不说我的孩子3岁，三个月的时候我就要跟我丈夫离婚吗？这就善人讲的六步教育，说根本教，说性天晴朗，心地光明，实行忠孝，注重德性。说怀孕的时候必须得心情乐乐呵呵的，像晴天一样，心地光明，心里静的想光明的事，不能净种些个飘风草种，那就不行。你想太平万万不能，所以必须得乐乐呵呵的做。像前你今天看人生气了，就像阴天似的，正是收脏。乐呵的时候谁不高兴啊？那谁乐瞅那个撅嘴的佛呀？都乐瞅乐乐呵呵的佛。所以你怀孕的时候你的心态啥样，你的孩子随着就啥样。因为我们家都是我的侄女儿和外甥女儿都有孩子，都给他讲这些事，讲这个六步教育。我那侄女学的信的比较好，行的也比较好，人家结婚到现在跟婆婆没红过脸，一直跟婆婆在一起工作，而且在单位特别忠，有多少个20多个人争这一个位置，拿多少钱去挖这个位置，人家领导说了谁都不要，点名要我的侄女耿立新，就花钱回来报账都是他人。他跟我说，老姑我没贪污过一毛钱一分钱。人那孩子生下来以后特别好，一宿回只能醒一次，在他装修房的时候人家老板就上赶子给他一套那个地板最好，人说耿立新宗。所以你看这根本教可主要，必须得乐乐呵呵的去怀孩子。要不人王善人说，要想强国必须得先强民，要想强民得先强母，母亲得怎么样。昨天刘善人讲说，那有圣贤才有圣儿呢，那没有圣贤，那咱们都昏昏沉沉的过，都给社会生下一个像摊摊歪歪的孩子，那社会能发展了吗？说不能。所以超祖拔玄就靠咱们这一代，咱们听完善人道以后必须，因为咱们现在老，咱还有下一代，教育咱们下一代的子女得怎么去做。第一步得先给孝道做好，到人家得夫妇得和和乐乐的，吃和性和智和，那才可以。说等你怀孕的时候得心情好，日子好，时辰好，两个的心性还得一致生，那就是说啊，那不就像种种子一样，是点种，在这个点种期间你还得去培土，浇
上肥、施肥、灌水，随土得时宜，那你才能生出好的儿孙。怀说这就这九个月当中，你就得一天乐乐呵呵的，什么事也没有，而且别吃荤浊的东西。老善人说儿出生还得顺自然，让他自然生，现在一般科学发展了不自然生了，他剖腹的多。但是初一十五刮风暴雨，父母的生日，四离四绝，这个期间都不可以交过。四离四绝那日是前的头一天，还有当天早上的五点到七点，半夜的子时都不可以。怀这孩子不是保脑有病，或者是哑巴，保不务正业，你得这个期间得躲过去那才可以。你看人孔子他母亲颜曾在和孔子结婚相差五十岁，那怎么能有孔子呢？人他就是行他爸那部孝道嘛，结婚的时候跟直接拜名山，对天说为国民生下孝，为国民生下栋梁之才，为国家生下孝子贤孙。你看人就有孔子了，那母亲的心性多宽，你得敞敞亮亮乐乐呵呵的，这个母亲是太主要了。有的是孩子有病不一定说的到二十来岁了，说的是他自己有一部分，但是母亲也有。因为我有亲身体验，我儿子在哈尔滨上学的时候他的脚脖子就崴了，当时没告诉我，害怕我上火，后来就总的不能上课了，也不能走道了，就给我打电话了。我就打电话，我就往哈尔滨去。坐车这一路上，我自己就搁心里忏悔，这都是我母亲没有当好，忏悔什么的，还是我的性格没有真正的变化，让孩子受伤了，对不起蒋家的祖先。我现在我在找的过程当中，到那样以后，这孩子腿就比先都轻点，能敢落地了。我给他待了三天，我也接着找，还是自己呀。因为老人是根儿，所以要把根必须得培好才可以。所以对待老人真是得乐乐呵呵的去，让他老人顺心呢。像我大概是到人家也能给买吃的，也能给买穿的，那你的性不行啊，你净惹老人生气呀，净惹老人伤心。所以后来改变了以后，老太太见着就说家这媳妇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也能乐乐呵呵的去了。扎开时你觉得时间长了那脸人总是那抽，人家说怎么抽不知道啊。最后跟张厂长清理完以后，人家上单位了，我们单位说哎呀老爷你这苦大仇深的面容终于没有了。所以人面随心转，你心性啥样你的面相就啥样。所以人是这一颗心，佛是那一炷香，要想身体健康就得提高心性，心性上来了你乐呵呵的，你总瞅每个家庭都是，人家说兄弟父母主都是这一个，都是咱们身边的最好的人吧，那你跟他都过不去，你和外人还能过去，那是不可能，跟外边过去可能也是假的。因为最近的婆婆你都不行，最近的丈夫你都不行，你说你那你能不生病吗？所以我净挑人毛病，说人家我妈说家家都写抬头见喜，谁家写低头见喜了，说瞅老人好就是抬头见喜，那现在净瞅孩子好，净挑老人不是。现在目前为止可能家庭出现的问题都是挑婆婆挑丈夫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嘛，跟大姑姐小姑子那个差，净挑婆婆不对，挑丈夫不对。你看你咋不挑你妈不对呢？所以你到人家就得乐乐呵呵的，命者名也，你有多些个名你就有多些个命，又当妻子又当妈妈又当媳妇儿，当舅妈
你看我有这些个命，你都得乐乐呵呵的去做，人别人才能乐。所以现在大姑姐小姑跟我可好了，公公婆婆没有了，婆婆是2007年去世，所以现在我们真是特别和乐了。这是在家庭一块，你改变了，肯定家庭就能发生变化。但是你必须得真变了才可以，不，你真没变，你就别说这道不好使，是人不好使。道德思想是好的，是人心转变没过来的时候，你觉得那事没变，就是你人心没变。你人心一变，肯定就得变。所以在家庭这一块好大喜功，在单位这一块那更是了。在家庭你都能吃这样，在单位你可想而知，那更是干的工作觉得工作干的不错，领导你得知道我工作干的如何如何，脾气也是在单位也是脾气秉性当家，跟厂长发脾气。那天我还说坐车我们想，因为我是上料组长，他说我的时候我不服，就跟他俩说的嘴都直冒沫子，最后厂长都不跟我说了，去找我大姐去了。他说我说能不能干，不能干你就回家。我是连蹦子带跳的跟他说，我说都回家你俩干呢，结果你发脾气不能白发，火不能白上啊，中午到家就发烧，下午就不能上班了。你看这火多么大，你善于说火不是气是鬼，火是妖啊，妖比鬼还厉害，所以谁能降服住气火，那你就不会生病。有几个能降服住的，但是很少，就得化来了的事儿，就得化。说今天这事儿来，哎呀，对照以前我就这么对待人家了，为啥今天来这事儿呢？来这事儿你也别变。就像宣化山说，是非无需变，日久自明见，真者修真实，愚者修虚伪。而我就是那愚者，修虚伪。好大喜功那不是虚伪吗？人得积阴功，让人别人不知道，那可以。这我做点事让人知道，这叫阳德，没存德。所以你得真是老老实实的去做才可以，给单位跟同事也是能看人毛病，跟人发火，而且愿意说愿意讲，跟厂长啊嘟嘟嘟啊说工人呢咱也怎么回事啊，这都是错了。人善人说一人难随百人心，百人难随一人，人人都合咱们心愿吗？不可能。咱们看人别人不对的时候，因为别人看咱们也不对呀，所以这不就是错了吗？给领导心灵上可能也受到了伤害，给人工人身上也受到了伤害，所以自己感到错的时候，真就是你倒病的时候，你就得必须对自己要狠，就得打自己那个嘴巴。后来要想改的时候，那要给单位要说的时候，觉得这句话说错了，马上出去立竿见影，你就让他见上，就得自己打。走廊没人上卫生间，当时你就给他治过了，那才行。所以你时时刻刻的审查自己，找自己这颗心性，一落界的时候指定就不行，因为我有感应，一心一沉了，一落界了就不行了，身体也会有毛病了。你是来那事儿，指定也就针对你那事儿了。你看讲一个最简单的，每次给因为我婆婆就是身体不算太好，也不能干什么活，我每天都得收拾利利索索去上班。有一天早上上班突然间就到点了，忙着急了，完我自己就心里起这个念，这老太太连个碗都不能给我刷，我就起这么一个念，我给那嘎一回身，明明都不能磕上，帮一下就把这脸磕了。哎呀，当时我就马上就反悟到了，这个念起错了。你看，要不说
心一动都不行，得时时刻刻守心田呢。这个心田必须得守住，不好守。有的人问说，那你们现在不起火？起火肯定是照以前得少很多，但是有时候可能面上不去暴跳如雷去起了，可能内心也有。但是有的同时你马上给他转过来，说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怎么能起火呢？因为我这人是发于外表的火，火来了以后不发出去都不行，而有的人是发自于内心的火，就是瞅外表是没有火，其实他内心里也有火，也在燃烧。因为你有心肝脾胃肾，就得有火嘛，心属火都得有，就是使多与少的问题。而我经常起火，对孩子起火，对谁都起火，反正。所以通过学了善人道以后，真是往下化了许多，但是还是不够，自己能觉出来，不能自己糊弄自己呀。你还有火，你能说你没火吗？所以还没化到那种真是达到如如不动那个，要达到如如不动，那可就是成佛了。所以说是媳妇儿得像长江的水，而咱们每个人都得那么做。所以在单位说这就说那，说在单位这一块儿啊，伤了很多工人，也一一给工人道过。当你道到真的时候，这个人的名字我都忘了，想不起来。那人我因为我道过的时候就给佛前磕头嘛，给这些找，他就觉得站你眼前了啊，就觉得是这个人。你要达到真的情况下，所以因为你生气那时候也是真生气，说你到病的时候能，你不能不真你也拿不出来那个病。为啥有的人说哭？因为他有委屈就哭，有脚对不起了还哭。所以要是你真忏悔到位了，是真就好使，你忏悔不到位那就是不行。你觉得给单位生的不是真气，其实你也是在动真动心寻思人家不是，你不拿出那颗真心忏悔他不出去。所以给单位那块做的也很不好，没觉得，因为王山有个宗子，你上单位去挣那份钱了，你就应该做那份工作，你还有什么包委屈的呢？而我不是吗？就不是那样吗？所以现在能觉得啊，应该在家应该怎么做，在单位你也应该尽忠，那才是学习善人道的人呢。所以现在得乐乐呵呵的去做，做什么事你都觉得应该是咱们分内的事儿。以前觉得分内干完还觉得哎呀，还给我的工资还少，你做的还多，这就是啥争贪吗？不把争贪去掉了，你想学不行。还得贪高爱好，就像昨天山人说高处有险低处安然，真是那回事。低到低的时候你才能得着，你越高摔的越疼啊。所以学善人道没有别法，只有克己的功夫。就是你说的太好，你不真做实行也不行，就得你就是在家庭那块做真了，你就能得着了。所以老道德家说，说的天花乱坠，不敢实行为贵。你真了你才能得呢，得了你才能明呢，你不真也得不到。所以咱们做媳妇，在座的每位媳妇儿，别像我以前那样，要真正的把这一个家庭托起来，咱们的位置是太主要了。乐乐呵呵去做吧，摊着啥样的丈夫都是咱们的命，摊着啥样的老人也是你理所当然尽的。逆来顺受天家福，非来对症了千银。所以乐乐呵呵去做，你才能得着。所以我就不说那么多了，说希望大家呀要珍惜今天，把握明天吧，你新的未来才能向你招手呢。好了，我就别说。